家好，我是 Min， 我的 YouTube 美妆频道叫做 Min 彩妆笔记。在我的影片里面呢，我喜欢分享一些彩妆教学、美妆的小技巧，还有一些生活形态的记录。唇膏的时候，如果手上没有相应颜色的唇线笔，也可以利用手上现有的唇笔来描绘唇形的轮廓以及堆叠色彩。最后呢，上一层护唇膏可以让颜色更亮泽，嘴唇不干燥。之后呢，我还想要学习更多更多的美妆知识、编辑影音技巧，还有成为一个更专业的美妆频道，分享更多更有趣、更好玩的影片。